机车上插满国旗，一辆一辆列队往前开，韩国台中拜庙行，贪食蛇车队再度出现。韩粉们的爱车插满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车队依序前进转弯，有如流动的国旗海，场面相当壮观。负责统筹的台中韩粉仙草哥也透露，他早在韩国到访的前一天就把贪食蛇车队要走的路线先跑了一遍。礼拜六的时候跑过一趟了，那个真的是不是很好走，整个安排连贯起来要不好走，所以说我们挑了八点，因为韩市长的21个点的话，真的是有比较紧迫一点，因为我们带队的话，希望说就是照顾到大家的安全。要陪着韩国瑜台中跑透透，贪食蛇车队成员竟然凌晨就从台北骑车出发。我早上2:30从台北下来，然后骑到这边就8点多，然后呢，为了要来赞助我们的庶民总统韩国瑜，车子、水、饮料、国旗，最重要的装备是钱。自费参加车队集结完毕，第一站抵达万和宫，帮韩国瑜炒热人气。接着还会前往明德宫跟其他成员合体。韩国瑜扫街扫多久，他们就会跟多久。尽管台中高温难耐，但他们的热情更胜一筹。帮韩国瑜冲选情，希望一路的支持能祝福他挺上总统大位。这台中综合报道。